家好，我们是2009法兰石杯陶瓷设计大赛冠军队伍 Chica。我是郭哲成，我是朱怡如。我想说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接触不一样的经验的事情，所以就决定参加这个比赛。而且之前上一次没有参加到，很可惜，所以这一次天时地利人和，又有机会可以跟内地的参赛者做切磋，为什么不参加呢？参加法兰城比赛跟参加一般的比赛很不一样，因为它等于是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就好比说我们今年9月的时候要去巴黎参加巴黎家具展，其实对做学设计的人来说，去参加这个展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经验。而且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跟其他比赛最大不同就是，它不是只有把作品做出来就好，它还要去考虑到它的成本，然后还要它的形象，然后我们要自己推销我们的作品，然后还要去做一些市场调查，然后它整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企划的流程。在跟内地的参赛者交流之后，会发现说他们在态度上其实非常积极，而且有进取心，而且其实他们也都不吝于跟我们这些台湾区的参赛者去分享他们的经验去做交流。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陶瓷工艺真的很强哎，然后他们对于自己的理念啊表达都很有自信心，而且都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彼此在那个做交流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建议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所以我觉得收获非常大。希望各位内地的朋友都跟我们一样参加了这个比赛，去发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快来快来，让全世界知道你的厉害哦！相信自己，你一定行的，加油！